整整两胜，我们第一关是一对一的极速 PK 赛，都是台独里面最强的代表来做互接力。对，第二关呢，我们是接力赛，我们要四棒还是五棒？都可以啊，五棒，五棒了，五棒了，五棒了，我们就五棒都完了。最后一个比赛呢，哦，很战略性的哦，是二对二，两四台车同时在场上啊，就是马里奥赛车可以开跑的那种。就是你啊，你啊，你 OK 吗？你有把握吗？是你啊，为什么？可是他们班长派男生哎，放心，他们那边男生只有王子，王子最强，可以啊，给王子。第一个，好，我之前小时候国中升高中的时候，我玩卡丁车有手断掉过，所以今天要玩的时候其实有点紧张，有点小紧张，但是好像大家都觉得我开得不错，所以我也不能在我的队员面前表现出很紧张的感觉。然后啊，谢谢他们信任我。那感觉像第一关跟第三关好像都用不上我哎，对不对？怎么是感觉像呢？这都是事实啊。怎么是用感觉？你怎么那么谦虚啊？第二关都可以，就一二三四五就假哈，我们怎么样都赢。我跟你说。真的吗？确定吗？刚 hold 住蛮快的。我跟你说，因为你体重很轻，这个东西是讲体重的，就体重，你就尽量踩。对，哎，输几秒喝几秒哦。好 ，OK， 输几秒喝几秒，可以哈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喝不限东西喝。我们要加油一下，饮料也可以，饮料气哦。来，我们加油一下，我们再加油一下，加油一下，加油一下，加油一下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要说十三秒。我是十三秒，一二三，十三秒，十三十三十三减一。哇，哎，太适合了吧？还穿黄色，这个赛车女郎，我想。你很强哎！哇塞！天哪，好强哦！你裤子有没有破掉？看一下，你裤子破掉没有吧？没有没有。来了，哎，这个诀窍是什么？翘起来就可以跑掉了。哦，漂亮就好。哎，快办不到，办不到。好，太难太难。来，林哥加油！准备，开始，加油！黄总加油！黄总加油！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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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OK 了 OK 了 OK 了 OK 了，体重上去决定一切，体重决定一切，是重点是那个什么？太厉害！体重上去决定，林三胖就对了。王子，林三胖，林三胖，我小心。还蛮简单，因为那时候练习的时候就还蛮顺的，但是后来我自己太追求速度了，所以就是有点转弯转不过来。追不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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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五圈，还有五圈，追不到，还有五圈，还有五圈，还有五圈，慢慢开，慢慢开，林生小心哦，还有五圈，还有五圈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林珊自从那一次的转弯之后，再也振奋不起来。体重轻是体重轻啊，你没有想过三宝的部分吗？控不制不住这台车子，感觉是车子在开它。对，它不是在开车，对，车在开。来来一起，还有三圈，加油，快追到了，可以。王子不要让，追不上你太快了。王子不要让他。林莎，哎，林莎效果好够。你们这组是想喝吧？剩下两圈，哇，还有两圈，哦，有机会，还有机会嘞，对，还在幻想哦，我就在想，闭眼睛开，再看啦，再闭眼睛，最后一圈吗？对，冲一下，冲一下，哎，等一下啦，你等我一下，啊，等你，等你，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不要等他。想看我们开店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吗？赶快来追踪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别忘记开启小铃铛哦。